失火了！呼叫中号，面包区火烤箱发生火灾。卖场面包区传出电器火警，警报声大响。卖场自卫编组立即启动，展开灭火及自救行动，同一时间针对员工和顾客进行疏散。原来这是一起企业的防灾演练。位于深西路的爱买基隆店是基隆市唯一大型卖场，总楼地板面积大约4万平方公尺。业者从109年开始投入企业防灾工作，透过防灾演练来强化场所内员工防灾观念。因为我们自卫箱编组其实是在火灾发生后才开始启动的，所以我当然希望说火灾能够不要发生，所以有提醒他们就譬如说店里面的一些室内配线啊，或者是一些用电的一些电器的部分能够做一些检视，然后让火灾发生的几率能够降到最低。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场所在地下室，那地下室有它特别包括疏散以及我们消防同仁抢救的一些出入动线的问题，那这个我也会请我们消防同仁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当然这个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可以弥补的，就是我们同仁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要求店家跟我们做目前火灾现况的一些交接，包括发生的位置，还有疏散的人数，以及我们同仁能够进出的动线大概是从哪边进行灾害的抢救，那将能够更顺畅这样。演练过程中，消防局观察员计算人员疏散时间，同时检讨各编组行动任务的执行状况，最后验证结果是否符合火灾界限时间。过程中还加入了模拟人员受伤情境，增加演练的难度。自卫消防编组这一次的验证，这个是精进版。那中央消防署呢，针对这一些比较大型场所，或是复合场所，或是避难落者，像安养中心、护理之家，因为他要知道他多少时间能够把它疏散出去，所以才会有这个自卫消防编组验证。所以验证跟一般的训练就是差要去计算时间。那这个计算时间，每个场所的时间都会不一样。比如讲，你设有洒水设备，你设有防火器的话，它就会增加你逃生的时间。所以这个验证呢，就是要来验证你场所实物的时间跟实物去跑有没有什么落差。除了企业防灾演练，消防局也特别颁证爱买企业防灾地图，宣导预防性灾害。企业防灾是目前啊我们这个防灾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透过企业的参与，我们可以让企业更深入的加入防灾的团队跟整个阵容。那整个企业防灾，我们也会帮企业量身打造一些企业专属的防灾的一些地图、潜势地图以及整个防灾计划。那我们非常欢迎啊基隆地区的各个企业能够来参与我们企业防灾的工作。那企业防灾工作基本上是对社会公益能够有很大的贡献。消防局透过自卫消防编组能力验证，加强企业场所员工防灾观念，让市民的生命财产更有保障。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